哦，哎，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哇，你们都能说话。试一下，测试一下。哦，这个感觉。哎、好乱啊！不是啊，你们想好好玩还是就聊天啊？你先说好啊。等会儿，当然要玩了。我跟你讲，我狼人杀，我狼人杀可是很厉害的。这是今天最后一杯，就你们想要聊的话，我就走了。我一个一个说啊，不要乱啊，大家有秩序啊。我看这都是谁呀、啊？有没有眼熟的？啊，所以呢，所以就是怎么开始、啊？等他，还有七秒。啊、哦，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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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请闭眼。天亮了，开始竞选警长。哎，我上警了。哎呀，好久没有玩狼人杀了。我觉得上警的话就为什么呢？一个是我是神，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增加一下我的存在感。好的，二号玩家请发言。二号玩家发言。二号玩家预言家昨天养的三号是一张狼人牌，查杀。好吧，请回头留一下。右边就一张七号牌在井下，井下留这张七号牌，井上的话留一张十二号牌。因为我想通过七十二来定义一的身份，就一号我不想摸，好吗？就先井下后井上，七十二瞬间。好吧，就因为十二号这个位置是可以是一张补位，就是狼人的那个补跳位，好吧，就七十二顺验，就是十二号如果不跳的话，就怎么讲，三号是一张狼人牌，肯定起跳的，就十二号如果说就三号起，哎呀，警徽流后边再改，好吧，警徽流后边再改，就先不排太多，三号是一张狼人牌，二号全场唯一的预言家，七十二顺验。先这么打，好吧，左边先不留，听一下发言，再改我的那个夜人，好吧，再改我的警徽流，三号查杀。三号玩家请发言。我觉得二号是在悍跳，我是好人，然后他现在说我是。你们应该是这么专业的吗？我有点怀疑他的身份，所以下一把我觉得可以去归二号，然后顺便表白一下一号玩家，然后麻烦帮我跟我头像里的人说一下我想他了。好，我退水了。啊，对，这把要归二号。八号玩家请发言。那个八号是一个闭眼玩家，上级的原因是想先多说几句话，因为感觉还是最后一把了嘛，还想先跟小象多说点话。啊，蓝号请眼熟我，我是你的新犯。好的，好的，眼熟。啊，这里是一个民警以上身份。好，就这样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哦，发言、啊。说话呀，哥，别害羞。啊、那个，该你发言了。二号啊，二号，一上来跳的这么果断，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靠谱，是吧？你们都懂我意思就可以了。然后我也退水了，并没有什么特别想那什么。还有，我感觉我现在已经，也要转退了，拜拜。啊？为啥？为啥？
啊，我永远喜欢谢七兰，拜拜。十号玩家请发言。就我这边不是预言家，我是一个好人身份，我上井就是想说一下话罢了。然后，我就是听听后面上井的还有没有预言家，就是自认是预言家的，然后看看再确认一下二号是不是真的预言家。然后，然后就是因为主要就三号他是就是说自己不是一个那个查杀派嘛。然后还有就是一号上井虽然跟我一个心态，但是也应该报一下自己的就是身份嘛，就觉得一号也没说自己是什么身份，上井又下去了。然后我就是我忘了。然后的话，反正我这边是一个好身份，我不是预言家，所以我退税了。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叫十一号玩家发言。十一号玩家叫我先来表白一下一号，然后呢就我这边有一点吵啊，就这边可能有点吵，然后等一下可能会掉线。然后呢，为了避免掉线这个事情，既然预言家已经出来了，那不好意思，我这边就自爆了，好吧，我直接自爆了。然后明天起来三号请你自爆，哎，你三号应该要被点了，没关系，你直接自爆可以听警徽的，好吧？我们直接自爆了，好吧？直接自爆，双狼自爆，把警徽给吞了。明天你三号直接自爆，好吧？就。送一下礼物的多没关系的，就我这边自爆了，好吧，继续表白一波一号，可能我游戏体验不太好，就没办法嘛，就得尊重底牌，尊重底牌，尊重底牌，就我自爆了啊，自爆了。请发表遗言。就最后请表遗言，对吧？格式只能这么挡，没办法，就其他的好好玩嘛，对吧？就不能浪费您的游戏体验，我做牺牲好吧，就快让我来当，快让我来当，好吧，就继续表白一下一号，就过了，我去吃东西了，好吧，过了过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四号死。请发表遗言。哎呀，我去，我旁边前面那场一秒没拍到，好吧，我就过来就全身这里翻了最后一场，那死了我也没信息，好吧，那三号就肯定是狼，二号今天晚上肯定要走，然后还有两匹狼，你们自己看造化了，绳子自己藏好点，自己那个藏好点，就这样。天黑请闭眼。天亮了，等待玩家发动技能。哎，不是，那个二死了，那警长现在是谁啊？警不是？等待玩家发动技能。我不太会看这个呀。什么技能？什么技能？我有什么技能？不是，我没有怎么玩过这种。一号玩家请发言。哎。我想想啊，那二号肯定就是预言家了，因为他昨天晚上被杀了，而且他第一轮就是说话说那么积极，他肯定是预言家。然后还有谁死了呀？我忘了，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十二死了，我看到了，十二死了啊。死这么快吗？我还想跟你们聊会儿天呢，能不能放慢一点？我好久没有直播了，你们就上来就直接那么认真的玩游戏，都吓到我了。我以为你们还会问我一些什么，哎，最近过得好不好之类的问题。真的，
反正我是个好人，但是呢，我为什么不退水呢？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们反正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啊，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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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主要是，主要是以后。十号玩家请发言。好，这前面一夜死了两个，那就说明有女巫出来破过毒了。然后女巫破的哪一个？反正我不是女巫，所以我不知道女巫破的是哪一个。就是等会如果有女巫的话，就听女巫发言一下吧。然后我这边就是因为我这边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信息啊，就是因为破毒的不是我，我肯定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被破的。然后我现在就是现在我就只是在把我的发言时间用掉而已，然后还是要听后面的人的发言，我才能分析现在的形势吧。然后三号是谁？你说吧，你说。我觉得女巫读的也太快了，还是她就是特别会玩，然后一下就能分析出来那种。不是，就从这个情况来看嘛，二号一上来噼里啪啦说那么多，作为一个就是靠谱一点的预言家，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跳上来，夸一下跳出来，好，这个人是这个，那就可能是那个，嗯，是吧？这都在，那可能就是。啊，对了，满足一下你的需要。哎，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学校学习的快乐吗？你这个也太表面了吧？你这太假了！你这能不能就是走心一点啊？走心一点。我给你们讲，我一会儿肯定是不直播的，因为明天还有公演呢。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呢，我晚上还得洗澡，所以就明天剧场见吧。明天要学习去不了，拜拜。好好学习，不怪你。拖延时间，拜拜。没时间了你。拜拜。大家请发言。刚刚蓝浩说他好久没直播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拖一下时间嘛，就拖到空头，对，就说话就可以了。但是好。还是要说一下的啊。就是你们还是要就是说一下你们的那个游戏。就是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啊，没得说了就可以问候一下我啊，这样。这最后一场其实聊天是可以的，是吧？对，我是最后一场，我是北京最后一场。哎呀，其实，所以你想正常玩还想聊天呀、啊？聊天的话可以，我们就空刀空投就好了。啊，不嘛，边聊边玩，我觉得我要就是要当这种一心二用的人，很厉害，嗯。行吧，那就我就过了吧，我还是想当聊天流，好吧。七号玩家请发言。那个，七号这边公演快结束了，我看。哥，哥，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你的那个？听清一点。六号玩家请发言。哎呦，好的。六号。要发言了，因为昨晚上的话是二和号双死，那十二号一句话没说的牌，我觉得女巫不可能去读十二，那必然女巫是读的二号牌，然后十二号是吃刀的一张牌，然后二号一下爆了一个三号查杀的情况下，十一号自爆了，说让女巫去。让三号第二天自爆，那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前置位没有预言家，且二号是一张假预言家，然后他就知道了可能十二号是一张真预言家牌，但他没有说话，所以他想自爆把警徽吞了，同时晚退去刀十二，让女巫再去盲读掉那个三号牌，这样的话他狼人等于一张牌换掉了，能换掉两张牌至少，所以我觉得话这样的话就再听一下三号的发言吧。大概率可能十二号一张预言家牌。五号玩家请发言。这边还是报一下神秘代码43239307006，好吧。然后我想听一下一号，你是站哪边的？好吧，你是认十二号是预言家，还是认二号是预言家？如果认二号是预言，如果认二号预言家，那就出三，好吧。如果认十二号预言家，那就不能出三。就十一号是肯定是铁狼，
四号是肯定是一张好人牌，现在是六号是站三号的边，他认为十二号是预言家，二号是一张狼牌，也就是说六号的眼里就是说二十一是两张狼牌在互作身份，对吧？三六现在是站一边的，就你看一下你是站哪边的，你认为二号是预言家那就出三，认为二号是狼那就不能出三，就外其为归，你觉得谁发言不好就归谁，那我的麦就留给你。相信二号听不到你的，听得到吗？听到。现在听得到吗？我一开始是相信二号是预言家的，因为他确实就是很义正言辞的说了那么多，然后让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知道些什么。然后，但是你们刚刚那么一分析，我也觉得也有道理。女巫不可能去读一个都没说话的人，所以那个人就是应该被杀死的。然后，所以女巫读的就是二号。然后女巫。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巫应该，我觉得进来的话应该都是会多少会玩的吧，然后所以再占个女巫吧。哦，这是什么？谢谢。那你觉得谢谢谁发言不好？你这一轮你觉得想投谁？这一轮啊，这哎呀，我每次到投谁的时候都好纠结。玩家请发言。我是女巫，我跟吧啊。我昨天晚上读了二号，因为他一上来就跳我是那个狼人，所以我可以怀疑他的身份。然后现在十号又站在二号这边来怀疑我，那我觉得十号也可能是狼人。今天晚上可以把十号给归出去，就这样。好，我开始放逐投票。说一下你的遗言吧。等待玩家发动技能。请发表遗言。就我这边没就不知道十号为什么说我怀那个三号说我怀疑过他，我前面是我就是跟大家说要听一下女巫说的那个叫什么读的是谁在考虑哪一个是预言家，我这是已经很中立的一个说法，就是还是在找寻真预言家的一个心理。然后我这边我一开始也说了我是一个好人身份，然后反正是投出去的，那就反正也不知道大家各有各的立场，可能是有狼人在里面冲票嘛，然后就是狼人阵营人数也多一点，反正我这边就是一个好人牌走的，然后的话后面就大家自己分析吧。天黑请闭眼。天亮了，八号玩家请发言。我还是想就是还聊天吧，毕竟最后一场了嘛，现在才第三天，太早结束也没什么意思，还是跟狼号聊聊天比较好吧，对吧？是想那什么呀？麦给狼号吧，你就当直播一样跟我们聊聊吧。听不到，你是不是没按说话呀？哎，我按了呀，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喂，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我说你是不是有其他的小心思？
然后所以你要跟我聊一些其他的话题。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不是最后一场了嘛，就完了说，而且你也好久没直播了，我觉得还是聊天比较有意思吧，对吧？哎，对了，你们死了的人还能在这里面听到我说话什么的吗？可以的。是吧？那他们说不能发语音，但是可以打字，对吧？对呀、啊。像那个普通直播一样。对，就是这样。哦。多说点，而且感觉那边总是有点断断续续的样子。你说吧，你说吧，你说一下跟游戏有关的吧。我还是比较偏向聊天的哟。哎呀，你说嘛，不然我会怀疑你的，大哥。谢谢。真的，真的，毕竟这个可以等到十天自动结束嘛，对不对？还聊天比较好，最后一场。那边好像有点奇怪，总是时不时的就听不到声音。哎，我要怀疑一下你了，嗯。九号玩家请发言。不是啥啥啥啥玩意儿啊？好好聊天不好吗？哎，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这样啊？你是不是想让我？我相信是吧？就是我看起来就这么像好人，肯定不会怀疑我的呀。坏人脸上都不写着，不是真的，我就看你在这儿，只就是脸在动，然后一点声音没有，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我真的我点发言，我们刚刚真的听不到东西。然后就刚才就说一下嘛，二号和十号刚刚很明显跳起来就要搞三号，那说明这两个人要么是抱团，对，你说现在能抱团的，而且是第一天直接。第一页过去之后就抱团的，那还能有什么？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我反正不相信，就是其他人能上来就这么跳的。好了，时间到了，拜拜。一号玩家请发言。我呀，昨听得见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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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我刚刚可能就是捂到麦克风了吧？我下次注意一下。我现在我比较认同三号，就是凭感觉吧。就我这个人还是，主要是我跟你们玩，我就脑子就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平时我玩狼人杀很厉害的那个分析。知道我学什么的对吧，我分析，然后他那个钥匙都用完了，所以他请发言。我你先说吧，我听听你怎么说。我建议你不要怀疑八号，你要怀疑八号了咱们这盘就结束了，咱们就聊天吧，然后就不得不投，就多玩一宿，能玩一宿是一宿。哎，你们俩认识吧，你们俩让我怀疑他。哇，这能不认识吗？然后就这个麦就留给你吧。你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一下你要是女巫的话，你说一下你昨天晚上那。我昨天晚上啥都没干，我就第一宿的时候推第二宿。那怎么平安夜了呢？没人杀呗。可能。单刀呗，反正。我说你还不信吗？那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了，我跟你讲，我刚刚本来相信你。你要投啊，不行，得刀我才能自己有，对吧？五号玩家请发言。怎么女巫不能自救？好吧，不是现在只能跟着三号走了，是吧？这个把十号都投出去了，这个。但我觉得三号刚刚发言有点问题。我总觉得不是你一号想出三号啊？也不是，可是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很乱，但我觉得他说话有点矛盾，就是他又昨天晚上是平安夜，狼人应该每晚都会杀人的吧？一般是会有自刀的情况，但不会有我玩这么多场都没有空刀的情况，怎么着也不能浪费一晚上吧？
应该是救人了。第一天是四号倒牌对吧？第一天四号、啊、肯定是用了。你看他又不说，说明不是他救的，说明他不是女巫。不是，现在是没有人跟三号对跳，对不对？那三号女巫认得下呀、啊？有没有跟三号对跳？没有吧？哇，那你们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你一号，你一号，你想你是狼吗？你是狼，你想赢，那就投三。我不是狼啊，我是好人啊。我那三号跳了女巫，为什么你怀疑三号身份呢？我觉得他说的有问题嘛。我随便你们，我随便你们。然后这把归票归谁？反正你看一下票型啊。这个一七十是七票的，没有去投十，十号也是七票，他没有去投三号，对吧？就一七你们七票，对不对？那这把归谁啊？我不弃，我还得再听一下呢，不是还有人没有说话呢吗？啊，我随便你们，我随便你们。我要再听一下。六号玩家发言啊，因为的话第一局他三号被二号查杀情况下，就第二天晚上是双死，是二和十二倒牌，那他二号一个查杀情况下，十二号一句话没说，那十二号不可能是吃毒的一张牌，你不可能读一张没说话的牌，那十二号是吃刀的一张牌，二号是毒的一张牌，那在那种情况下也就二号查杀了三号，三号是张女巫牌，反手能读二，要不我觉得女巫不可能盲读把一个场上只有一个玩家说话的情况下把二号堵掉，所以三号这个女巫应该是坐实的。那这局的话我觉得反正一号你要是狼就让你赢嘛，无所谓的，反正的话那就是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的话，那我就是五七八九中出一到两狼，我觉得因为二十二两者肯定有一张真预言家一张狼牌，因为大概率十二号是一张真预言家牌，所以需要自爆，然后晚上把十二号刀了，那就是五七八九两狼，一到两狼吧。五七八九。七号玩家请发言。啊，这边就是个好人啊，反正就是，啊，然后怎么说呢？刚才反正挺乱的，就没发言也没那么听清，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号，反正尽量一号赢嘛。一号，你能不能说个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狼？我不是狼。我是平民、啊，你们要相信我啊，那就相信就好了。你明天公演在是吧？我明天公演在呀，我后天不在，我就明天在。啊，你们行吧，反正这边就是这边是个好人，反正就是你们看着投嘛，然后就明天见吧，对吧？好，明天见。有什么想说你说。啊，我觉得呢，就是五一的话，你们比如说，如果为了看我，那你们可以有一天来去查。开始上主投票。剩下时间你们自己安排啊，对吧？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剧场。你们有自己的，踏踏青呀什么的，走起。好呀，哎。哎，等一下，这样啊？哎，那为什么狼人用刀是吗？哎。为什么现在？狼人不打，你说一声，自爆都行啊！你们这让。聊天的时间吗？
多了，所以想跟你们聊聊天，但是也不要只聊聊天啊。九号玩家请发言。哎，我操！真的不是你，这是这这什么？这是什么东西？绝了，绝了！不是这一把就全完了是吗？啊？什么？你我们只玩一把是吗？不是，这还有，不是这有几把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身边一个 staff 都没有，太晚，真的绝了，真的好，真的好好聊天不好吗？你是不是要讽刺我的智商？这明明都是最后一场，就问好好聊天嘛，我就不知道九六号。好好聊天，聊天，聊天，真的是没了呀！我就不知道六号为什么要投我，这明哦三号已经说的这么明显了，你这最后一把才三天，就不能好好在小号上聊天嘛？好，聊天，好久没，大家好久没直播了，对吧？不了，我们不玩了，我们聊天。我觉得我玩了一把，这也聊不了多久呀。对啊，就显得我智商很低，你知道吗？本来我不是这种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哎，节奏的好快啊！不是就一把是吗？别人也是一把是吗？我怎么觉得别人都玩一个小时，为什么我？对，你可以再开一次吗？看啊。对，你可以再开一次的嘛，反正不然我们看你自己。哎，怎么看？啊，这就点评马上结束了，反正明天见嘛。你要是不想再开了，就早点休息；想开的话，就再开一局。啊，我要跟你们聊会儿天，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开一次。哇，明天不还有公演吗？而且10点多该睡觉了嘛，我说就结束完了。毕竟最后一局也挺晚的，明天还有场公演呢，还得早起。五号玩家请发言。啊，这个好像赢得太快了吧？你说，对吧？我还没拍身份了，我想明天拍身份，对吧？哎，这个赢得太快了。等一下，今天是几号？哎，那个5月5号的开票信息是不是？还是要报一下神秘代码。432。四号玩家请发言。432是什么鬼？你都没说完。我守到了啊！有毒啊！为什么守到我？我今天够惨了，为什么还要守到我？我真的是，哎。要是开下一轮的话，你是不是有守到保护啊？就第一轮没了，就没守到保护呀、啊！真的是，为什么就守到我？我真的是醉了，好吗？三号玩家请发言。我就不说什么了，你是明天在是吗？对不起哥，我的智商太低了。你是明天公演在吗？啊，我明天公演在。那太好了，我后天在。然后麻烦你再帮我跟我头像里这个人说一下，我想他了，我永远爱他。好了，就没了。自己去说，你又……我下午跟他说过了，晚上再跟他说一次不好吗？晚上你自己去说，干嘛说啊？二号，我一会儿就要结束说睡觉去了。来吧，朋友，你是12号玩家，请发言。我觉得我才是最惨的，好吧？那不是手刀了还能说句话，我是一句话没说，我就死了。哎呀，我去了！我这一句话没说我就死了，我这游戏体验太差了。然后咱俩得有一个月没见了吗？我跟你说一句，我想你了。11号，不欠你说话了。发言。我11号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自爆原因，好吧？就我2号我的男队友嘛。然后呢，12号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我猜你就是个预言家，并且呢，你还可能摸到我这张11号，而且是一张查杀牌。就我呢，不想去跟这个3号变，好吧？9这边确实有点吵，就给你们游戏体验，我就直接自爆了。就也应该倒牌，毕竟拿一个预言家，对吧？就我没想到的是他2号查杀到了3号，当晚上2号。10号玩家请发言。
那我就说还是大家就是已经晚了，大家就是早睡早起做个养生少女吧，当然我们男的就不要做养生少女了。然后我这边是个狼，然后我跟二号说了，你如果想做十预言家你必须自己死，他结果还是选择把十二号给刀了，那所以最后我还是觉得他走成。哦、oh,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两分钟我们随便，只有我可以说话。我在说话呀，你们听得见吗？现在我哎，你我刚刚有个问题，你们都号的那个开票信息出来没有？周二就出来了吧？知道我们不是有那个升级公演吗？知道了吧？时间你们为什么没有人说话？哎，这个